谁会不爱看这个女人风风火火，抓起宝物箱就赶去驱魔的样子，化妆镜化作罗盘，驱魔棒一点就灵，牛眼泪装进便携喷雾，最后用幸运星收尾，让脏东西们乖乖救命收工。你听说过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吗？马小玲应该是香港驱魔师中对时尚最有 passion 的。作为驱魔龙族马氏一家第四世代传人，这部剧对于马小玲这位驱魔师的造型塑造，不是身穿僧侣袍手持念珠的与世隔绝感，反而更像是你在街头会随时遇到的会打扮的普通人。确实90年代人们穿超短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但谁能想到驱魔师居然会被描绘成穿着迷你裙脚踩长靴的模样。看到这副行头，香奈儿可能有话要说了，这短裙不是我的菜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这只是个小改编。其实是看到马小玲的短裙造型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60年代的迷你裙风潮。改编基于的原话就是出自迷你裙风潮缔造者 Mary Quant 纪录片。这绝对不是在说她和香奈儿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，只是隐含道出了西上时代对那条隐藏了15年的冲击力。什么是西上时代？60年代的时尚圈，有上一代的人依旧坚持来自高级定制的奢华，以 Jackie 为代表，倾情演绎的优雅正式风，让当时的女性们纷纷学习她，梳起蓬松发型，穿上简约修身的连衣裙套装，头顶药盒帽，配起白手套和珍珠项链，仿佛时尚界依旧停留在刚刚过去的50年代，品味由富裕的精英阶层主导，自上而下传播。60年代的时尚圈，同样由一群绝不想乖乖效仿的势力在崛起。伦敦那帮年轻人早已厌倦了这种高高在上的时尚规则，婴儿潮一代渐渐步入成年，荷包鼓了起来。电视普及率猛增，流行音乐全力捕捉年轻人的脉搏，还有口服避孕药的引入，都促成了一个充满能量的时代。他们对家庭、教育、政治和社会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。这个时代最大的亮点之一，如 Vogue 所言，就是这实实在在的 Youthquake。所以，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时尚配方？纪录片中有人这样说 ：Youth time is about wearing something the old people didn't like。于是 ，Mary Quant 带着傲慢、激进、性感的摩登迷你裙如一阵强风，狠狠吹散了旧有的风尚。她将裙摆剪短至膝盖上方，使用色彩丰富的布料，将街头变为秀场。事实上，她并不是自己为创造了迷你裙的人，只是敏锐地抓住了市场需求，让对的设计语言遇上了对的人。渐渐的，摩登的迷你裙配上一头利落的短发，成为属于60年代的经典时尚注脚。还记得安室奈美惠在 New Look 中有唱到过这样一句。一句话包含的 Tricky 和迷你裙就刚好唱出当时时尚圈内风靡一时的新鲜又叛逆的形象。话说回来，除了像我一样想到60年代的迷你裙风潮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日漫？没错，编剧确实提到过，马小玲的人物灵感就是来源于日漫 GS 美神饥饿大作战。当然，相比漫画来说，马小玲的短裙穿搭还是日常可操作性比较强的。主要的公式就是合身的迷你裙搭配一双高筒长靴，恰到好处展现马小玲的腿部线条。马卡龙式样的明亮色彩外，会套上一件轻便的开衫、风衣或夹克，可长可短，随意混搭，穿上即可挡风保暖，卸下则随时赋予马小玲活力。对了，别忘记发箍、墨镜的存在，它们可是让发型保持完美状态的秘密武器。另外，马小玲的衣橱中还有很多小插曲，毛茸茸的领口设计更显俏皮之感，中式元素的点缀则另有一番风味，还有光泽的皮革质感、层次感的印花都在进一步提升衣橱的丰富度。在僵约里，这样的着装或许不像她的祖传战袍那般更有戏剧张力，但它会瞬间拉近观众与马小玲之间的距离，让她看起来那么真实，也更为吸引人。你几乎能想象，驱魔之后，她还能毫无痕迹地走进任何一间 pub 继续她的夜生活，仿佛刚刚那些恐怖与黑暗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。它会让你觉得驱魔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神秘活动，而是可以融入现代生活的普通职业。所以，当你在街头遇到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孩时，不要轻易地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时髦女孩，也许她正准备着去打一场你无法想象的恶战。好啦，那有关江月的造型解析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类型的内容，也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告诉我。我是安迪，下期见。